脾气，瞧不起我弱势的，斜偏为别人挑起自己的气，光凭来不算为气呀。我冲打你怎么你将我的事情丢失了？哎呀呀，丢失了丢失了。我来问你，事情放在何处？公囊袋中。可是个要紧的地方。正是个要紧的地方。是啊，既是要紧的地方，怎能丢失？哦，是我方才在此前边抽供大宴。抽那大宴吃了你的心肝不成？哎呀呀，怎么骂起来了？你我吐红颜扫食，你却丢了我的事心，怎不叫人哭？大嫂不必啼哭，虽然说丢失了你的失信，那上边的言语我倒记得几句。你却知了，像我那些郎并与我少有安家银两，一路之上你将他用去，官说丢失了失信，你说是也不是？非也非也，大嫂又说不知，是我那薛大哥在此休事，我与他大殿行囊，无意之中这么上前看了几眼，就记得几句呀。如此说来，你倒是个有心之人。有心，有心，有心，岂能丢失你的失信呐？你与我下战，下战，后退，后退。你与我将停了。
起说，哪一个那里啊，自己连碰啊，还要自己连碰啊，自己不动手那不替他不争，哎，这还不算苦力，怎么哭喊在后头里，那一日军营又是了战马一兵，是官马还是死马，军营里他不配，哎呀，像我那色狼哪来的银两啊，有啊，哪有，像我姐呀，怎么像你姐吗，正是，我来问你，你在监中吃的是几份粮饷，一份，我那色狼里也是一份，找啊，你是一份，他也是一份，你哪来的银钱与他，大嫂，这你就不知道了，像我乃是贫苦出身，每日把这银钱积攒下来，像我薛大哥乃是富豪之家，每日吃喝玩乐，把银钱也就狂花了啊，这就不对了，怎么不对了，我那些郎也是贫苦出身，怎么他也是贫苦出身，正是，哎呀呀，我说薛大哥呀，在此西凉，你与小弟夸下海口，冒下狼烟，言说你是富豪子弟，每日呼奴还币，今日一见我，你也是个贫苦出身哦。哎呀呀，又被他吃笑了。为陪吧，他叫我问银正是粮，到如今并未有问我敢问我，是无法呀，你打着他也得要啊，打岂不伤了我们弟兄的和气了吗，我来问你，身带何物，方身宝剑，那你杀了他也得要啊，青天不日，朗朗乾坤，杀人岂不要伤命吗，那你就不要了吗，哪里话来，这善财难舍，我岂能不要我，那一日我问他把账要，他言说我有同情，把那账来还，我说你想来要，他说不敢是不敢，他那里吞吞吐吐羞羞惨惨，言说道长安城中还有一个王宝钏，王宝钏该你不该，欠你不欠，
即使不该不欠，你听。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专业性看曲剧的微信公众平台。首先我们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的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再点击底部的公众号，然后输入曲剧七八，曲剧七八，记得是拼音曲剧七八，然后点击搜索，然后点击曲剧名段精选，然后再点击底部的关注。关注完之后，底部有一个菜单曲剧精选，然后点击进去，这里边都是曲剧的名家名段，赶紧进来观看吧。